好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学一学刘湘的歌词。那张也在整个这个歌唱的当中，他的整个声音是非常的柔美、甜蜜的啊，所以我们在诵读的时候也是一样。你看第一句歌词：“桃红柳绿中，两小无猜懵懂。”他这个节奏有点就是。比较现代一点啊，所以在念的时候，是两小无猜懵懂，算在这个节奏。奔跑阡陌间，笑语花丛中，所以这些长的音是咚中，不要归韵归早了啊，就是那个把那个母音要延长一些，咚。中，后面繁花似锦里，偶然再相逢。那个"逢"字，逢，拉长一些。轻轻回眸间，心已被触碰。它也是一个很长的一个碰，那个，并且这个音到时候还要渐渐渐长，然后。渐强之后推上去，啊！落英缤纷时，寻觅你行踪。你行踪，花间一壶酒，举杯啊，举杯邀春风。这有点像那个诗词一样，特别的美啊，然后也很押韵啊。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韵是那个翁和嗯这个韵啊，下面的歌词：“陌上花又开，脚下荷匆匆。”你看，又是个翁韵啊。留香百步见，莫使花随风。风，它是翁和嗯这两个韵啊。所以我们在歌唱的时候，注意就是牙关要打开啊，就是你练的时候也是一样，里面有一个空间，让它有一点的共鸣。那歌唱的时候，你的气息啊，就会流畅一些啊。然后这整首的词是非常的美啊，一种很安静的这么一种美啊。那我们在歌唱的时候，就是整个声音要尽量的柔美一些啊，因为它音区很高，所以你再唱柔美还是不是很好唱的，是甜一点啊。当然，这一首作品呢，它是需要你，无论是在它的节奏还是它的这个咬字吐字这个长音的延长，还有就是情趣方面啊，有很多的播音嘛，就大家的气息的流畅性很重要。然后要唱的比较轻巧一些，不要太重啊。我们先试试啊。桃红在唱那个奔跑阡陌间这个地方，因为它突然一下到一个低的音啊，咪啦嗦啦咪瑞咪啦咪瑞，这个啦要轻，不要太重了啊。你看，奔跑阡陌间，然后笑语花丛中那个气氛节奏要把它唱的要精准一点，你这样就。它的动感就出来了。小雨花丛中，从那个切分节奏到这个播音啊，小雨花丛中，也后面那个中也是一个切分节奏啊，然后把那个中音要拉长，那个气一定要持续的走。小雨花丛中。在重复的时候，气甩开，繁花似锦里，偶然再相逢。轻轻回眸间，笑。
为它的那个动荡感是很强烈的啊！你看，花间一壶酒，举杯逍遥。这个音乐，整个的这个荡漾的这种感觉啊，你花间一壶酒，举杯呀，举杯邀春风，非常的豪气啊，那我们在唱的时候，也是显得要豪放一点啊，所以整个的这个张也在处理这个作品的时候，他是非常的，就是整个感觉是挺轻松的啊，那他对气息也好，对共鸣的位置也好，他是掌握的非常到位啊，所以有机会你去听一下张也他唱的这首《留香》那我们第二段的时候，就是他重复了后面"陌上花又开"，这个气要吸好了之后再做啊，你看。陌上花又开，所以那个哦音的时候，你看他嘴不要把喉压上去了啊，他是气探下来，但是声音的位置要高，两头走，这个脚下何匆匆啊，他。第二段的时候，突然一下把它拔高了啊，那我们就要把它甩开啊，就要怎么样把它气要探下来，脚下何匆匆，就感觉那种匆匆的那种感觉啊，匆匆忙忙这个感觉啊，陌上花又开，脚下何匆匆，它就是要你不要匆匆啊，然后后面留香百步间，突然又整个音又低了一些，然后再又回到这个高的音区啊，留香。莫使花随风，就感觉就是他要留住青春，哈哈，留住这个花香啊，整个的这个感觉和转折啊，就我们在歌唱当中，就是你要让气流一定要非常流畅啊，让它流动，不要僵持了到最后结尾的时候就很，还是很随，就是唱得非常的那个轻松和随意啊，所以就是最后。最后慢慢渐弱的结尾，让它随风飘去啊，那种感觉。所以这首《留香》呢，希望大家在歌唱的时候能够气息也好。节奏也好，整个音乐的韵律感觉，情趣啊，希望大家在歌唱的时候能够慢慢的琢磨出来。好，谢谢大家。